方蘭森女士、黎華好女士為我們唱《盧安州》，請各位欣賞。Oh!
城走金梅府，正欲与妻谋。将军意何如呢？夫人，你抱子逃亡，为夫留城啊，如夜靠啊！要我抱子逃亡，将军留城如靠啊！无错。怀女婴儿，何堪告苦乐之民呢？夫人，你及早逃生，尚可留六门血脉，望他日成人长进，能把夫业继承白夫人。但望夫人保此遗孤，集在难民当中逃生去吧。哎呀，雷鸣金鼓震城楼，士卒齐心诛敌寇，守城有责不敢停留，言尽于是，夫人快走啊！啊，贤妻保重，问龙过儿催粮去吧，拜别了。Thank you.
工具搬搬去入铺就扣心中炮工不离油火红红拆空猛危性难今晚空湿的手人困乏利坚绝更难以拒敌于城楼英雄肝胆临危想有气一地后誓死力保路安州不必那丑愁我誓不那有有利剑在手看见世界头还未走啊！麟儿已赴托儿娘，为妻将辞是候。哎呀！贤妻忍心弃子转回头。Oh,
那愁，可招一朝成破，玉石俱焚，多少火泪梦。
自然。况今已危城不保，将军却已成功全亡吗？绿灯一时殉国，好一个一时殉国！为妻借里有水酒一杯，将军知止。唉，此事此际，还有何心情饮酒啊？别离多载，尽此一杯，将军请。
眼望夫人血泪流，妻里热烈波切丑，热烈波千丑，芳名万古老。哎呀，不养金钗轻易得的手，收据清风杀上城用千秋，英雄誓死保卫。